用他吃马刀福音，从前吃饱后，耶稣甲门徒上船，过对岸去。这个时候，伊向上空前，空前山了后，耶稣妻子上山祈祷，到了晚时，伊一人终已经离开崖，受着狂火给拍，却个是日光。而总是耶稣主行到海角，让门徒们惊来，门徒推着伊到海角行路就真惊，认为出呾诶是个妖怪，大声叫起来。耶稣主对他们说：“放心，是我，莫惊。”彼得若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主管是你，如命令，叫我自水面上行过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来吧。”彼得若就落船行到水上，望耶稣主个惊，但是伊一听着风势真大，就真惊。就开始饮落，大声叫主啊救我！耶稣伸出一只手来托伊，对他说：“最信这个人，你怎能怀疑？”他们就叫中皇主走路，中教的人就朝拜伊：“你真是天主子！”一人过海到对岸，到格奈撒勒的地方。到迄地方，个人认出耶稣来，就将周围个病人拢抱来耶稣前，求耶稣主，和他们摸伊个衣边，摸了就痊愈了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了。今日个福音，当耶稣主想爱家己一人静静去山顶个这个祈祷，但是出人哩拢从对来，了伊就甲伊人讲到，也伊知道伊人当所看待个人。那咩时出人走个时候，伊又是去山顶个祈祷，了咩时？门徒伊人坐船离开这个岸，他总是冒着这个大风雨，要耶稣哩将伊人惊去，伊人未准备出耶稣主，这伊人真惊啊，因为这个海浪啊真大，耶稣主个人答是我恁莫惊，到咱家己个生活当下，咱在咱个生活大部分是。本是冒着一个大风雨，有时一撮大风雨真大，就是当咱个生活当个问题有时真大啊，有破病啦，有失业啦，有经济个问题啦，有时咱甲咱之间个关系无好啦，有时咱犯罪啦，跌倒，到迄种时咱感觉到咱真孤单啊，要耶稣主。或者托这个大风雨给砸掉去，咱未认着伊出。彼得若咱在伊个性格是真正的，所以听着耶稣主来个时候，伊呾主我行到了度，但是伊进水个时候，咱就感觉到这个水个势真大，风雨真大，这就惊咯。一个惊呢，伊就淹落去。但是，佮到落好个地方，就是伊有问题个时候啊，伊真咩就叫耶稣主，所以当主啊救我啦。耶稣主就伸出伊个手来呼吁。佮到落伊在家己个软弱个地方，家己不足个地方，了伊会依靠耶稣主。了咱家己不是这样，是咱有时。因为骄傲啊，
咱有需要的时候，咱无叫别人来帮忙，也无求助，所以咱爱轻松一下，咱需要的时候，咱爱找人帮忙，爱求助，爱小福，咱爱珍惜咱家己个能力，来付出个地方，咱让家己做回交代，咱求天主赐咱一个恩宠，一个机会，啊，了天主若是派咱身边有人来守护个。咱爱感谢主出咱的帮忙，感谢大家，主出福音。